分享首张区域第二单。然后这个收纳盒常常应用了很久很久了，这里放的是勾线笔、轮廓笔，还有荧光笔、刮刀、剪刀、铲子，还有小镊子，就是一切一切做手账用的一些用品。这边东西有点零碎，有一个小镊子做手账用的，然后一些小贴纸卡片，也很漂亮也很可爱。这里边就是云朵胶带，这里面就是贴纸用了剩下的，然后就放在这里了。还有小卡片，常常特别喜欢收集各种的小卡片。最后就是这个大抽屉，这个里边东西真的是很多很多，等我拿出来一一给小朋友们分享一下。简单整理了一下，先分享唱的手账本，小麻鼠维克斯系列，这个是最早最早的手账本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拍得的相册，这里面都是常常彤彤自己拍的照片。这些是小麻鼠百变衣橱的贴纸，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常常只做过一次。这些是贴多些的贴纸，这个系列贴纸做着手账也是特别好看的。还有阿布素材本，一个小的垫板，然后还有两个大的垫板，三个大号的梨形本，这个应该是最初的梨形本了。看一看里面都有哪个系列的贴纸，都用的差不多了。这个小麻鼠的笔袋常常一直舍不得用，简简单单的很漂亮。这个盒子里面大部分都是畅畅做过的固卡和固砖，还有一些新的修正带。畅做的固卡，固砖，据说这个固砖好像有特殊意义。这款固砖也有特殊意义，就是旁边的字母还有数字。固卡，这里还有个固卡本，教师节做给老师的。好了，畅畅的手账用品分享完毕了，小朋友们最近有没有新出的手账用品呢？可以推荐给畅畅哟。